特别调查处，赵云来。特别调查处？什么玩意儿？当然可以了，赵处长，您领兵行。特别调查处，你不知道吗？他们专门负责办不正常的悬案、奇案。这肯定是那边人的手笔。怎么能让他们逃上来呀？要不是为了防止他们，要么特教处干嘛呀？沈教授果真是这方面的行家呀，还真是见多识广。 你有没有见过有人可以隔空一物，刀枪不入，甚至是连外形都可以改变的案例？如果真有这样的人，不早就被赵处长你们网罗了。盯紧他们两个，我有直觉啊。这个家伙可不是省油的灯。当年地星人战败。 海星人和地星人签订了和平条约，地星人我们可以抓，但是管不了，该怎么办？还要交给那边来处理。近段时间，私逃到地面的地星人怎么样？祸乱不少。特调处办案，转过来。最近案子明显变多，而且和这个沈教授都有关的。如果他也是地星人，你怎么办？ 抓他！所有人，不是说地星人见一个抓一个吗？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。大学教授，黑老哥，海燕娜，我只想听你讲实话。干嘛呢？哎。 你说这个黑袍使，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谁让你畏手畏脚，生怕身份被别人使唤？你怕自己的身份会给特调处的人带来危险？赵云来，你没事吧？不如我把你的小秘密。 全球告诉赵云兰，闭嘴！不许你动他！黑袍使给我拿下！我们和这些人类天生就是势不两立。快走！走！走！你以为你可以轻易的从我手中逃走？再也没有人可以阻止我了。